This is Buddhist Wong Fung Ling College. Not to mention other special features. We have Fung Ling spirit. We call ourselves Fulingers. We behave ourselves. Follow rules. Like reading and eager to learn. Of course we do. Are polite and caring. Okay. This is awesome. Are ready to help others. That's gonna get like a million likes. Actually, Fung Ling spirit is conventional. So yeah, that's Fung Ling spirit.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Fung Ling spirit, why not come and visit us? We are waiting for you. 佛教黄凤玲中学有咩特色？我哋叫自己做凤玲人。凤玲人自律，又守规矩。凤玲人中意睇书，又中意学新嘢。凤玲人有礼貌，唔该晒。凤玲人热心服务，放下人感啦。凤玲人话呢啲咪就系叫做凤玲精神咯。想了解多啲，不如嚟亲身体验下啦。大家好，欢迎欣赏佛教黄凤玲中学淼淼电台为大家准备的短片。以下我们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同学在黄凤玲学习的各项特色，请大家细心收看。学与教工作发展方向为培养学生良好学习态度，提升学习信心及语文能力。学校重视各类走出课室的学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两次境外学习交流团，又举办过学术周、参观、社区考察、校际比赛等，务求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学校采用网上阅读系统，配合德育网上谈、好书推介、早读计划等推广阅读。五间飘书活动更增添校园阅读气氛。初中专题研习是一个跨学科、涵盖不同学术范畴的学习系列，学生从中学习各种共通能力。学校透过多项措施优化教学策略，照顾学习多样性。我们更以提升课堂提问技巧为主题，举办多次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和柴官课研。各学科会透过多样化的进展性评估，肯定学生的积极学习行为。同时，学校又设有多项学习计划，为全校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课后学习支援。学校每年均会透过教师专业培训日，共同制定来年学校的学与教关注事项，又通过科主任会议及跨领域会议作商议及协调活动。对外联系，利用社区资源为学生创设更好的学习环境，校友会及家教会鼎力支持学校举办各种走出课室学习系列，资助各种境外游活动，而校友们会以行动回馈母校，担当课外活动班导师、朗诵导师及学科拔尖保底班导师。学校每年举办多项联校师生活动，并邀请校外机构为各学科提供专业指导。透过参与及筹办有关活动，为师生提供对外切磋及学习机会。以上种种的策略和措施，令学生于各方面均得到满意的成绩。除了体艺方面有良好的成绩外，在2014年中学文凭试，最佳学生更凭两科五星星、三科五星和一科四级的成绩入读香港大学计量金融系。大家好，我是吴伟昌，我是现在读紧香港大学的计量金融系，都是 E1 的学生的。而同年学校增值报告中，四个核心科目和最佳五个科目中均取得七级增值水准，属较高增值学校之一。展望未来，学校暨能继续培养同学两文三语、共通能力和拓阔学生视野。
我校品德教育注重学生的纪律，通过德育短讲、德育广告、壁报设计、各式各样的活动和比赛来渗透纪律的培训。我们推广关爱、欣赏和服务文化的活动覆盖面非常广泛，由大哥哥大姐姐计划到赞赏家的活动，当中包括多个组别和全校师生的参与。各项校内服务包括领袖生、班长、大哥哥大姐姐、图书馆管理员、IT 领袖生和红十字队的组会当值以及运动会当值等等，学生都积极参与。过去三年，校外服务涉及不同的范畴，包括长者服务、儿童服务、智障人士的服务、伤健人士的服务以及国内服务五大范畴，参与的学生人数非常多，而且大家都乐在其中。教师他们就会通过教师专业培训日共同制定来年学校的德育重点，又通过德育工作统筹会议协调各组别举办各项配合德育工作重点的活动，各组互相合作又各有特色。对外联系可以增加推行品德教育的财政或者人力资源。我们每年均获多个机构大力支持举办多项活动，学校亦注重交流和分享。校长、老师和学生都曾经参与过多个媒体的分享。另外，学校又通过对外联系，给学生体验服务的精神，照顾不同学生的需要。我们给能力高的学生提供初中和高中领袖训练，为有特别学习需要的学生举办多元智能愉快学习小组，为中一新生举办衔接班和适应活动，为中三的学生举行选科活动，以及为高中学生举办升学活动，为新来港学童举办我的新天地计划，为清贫的学生举办校本课后支援计划活动，为行为偏差的学生举办自律自强和助人自助的计划。学校注重以客观数据为德育工作做成效评估，不论在 KPM 推行品德教育的成效指标，或者 APASO 人际关系的数据，我们的数据均属于全港较佳的学校，而参与服务的学生人数、时数和各项服务加起之中，都显示学生参与服务的情况理想。展望将来，学校会继续现时的方向，并归纳及深化为凤麟精神，使学生在品德、学行各方面都有继续的成长。睇过我们的短片，希望各位对佛教黄凤麟中学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正期待你和我们一起分享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等我们一起体验凤麟精神啦！再见。